开始拉网子啊！好了，我再碰一下啊。好，辛苦你了，王总。两个五吨的，一个十二吨的。好嘞。巴基斯坦的。老板。来，你工作了，叫我给他一个大概的报价，应该是。五吨的报多少？然后一个十二吨的报多少？五吨的报个13万多。你不是改了吗？